油条，我好喜欢吃油条。我妈说小董特别耐看，就是哦，我知道，耐看，越看越好看。初看一般，后来就是不是初看一般，初看是很一般。我小时候经常会被别人认为是女生，一个胖女孩是吗？对啊，然后坐飞机，那个空姐说：“小妹妹，你要喝点什么？”我就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我那个时候喜欢林志颖，所以我剪的是林志颖的头发，穿的林志颖的衣服。你说他是不是很古怪？一般女孩喜欢一个男孩都是就是喜欢他，要去追他。娜娜采用的方式是成为他。哦，你喜欢林志颖啊？对，非常喜欢林志颖。但你是有点运气。女生很少有这种运气的，除了我和林青霞。怎么又加上林青霞了？对呀、啊，不是巩俐、巩俐、周迅、杨采妮还不够。真的有人说过我像林青霞，我以前是像周迅的，现在我是比较像林青霞。你要好好珍惜这个朋友，现在还有联系吗？没有了。他怎么了？我们能问斗胆问一句他怎么了吗？我觉得这人不实在。没有诚信。但其实就是娜姐有一个魔力，在于无论多无聊的事儿，但是他一笑，你就想跟着笑。对对，其实事情本身很无聊，而且有的人的笑是不会被传染的，娜姐的笑是会，传播率很高，就一笑我就想笑，我也不知道有啥好笑的。反正做啥事吧，首先自己得开心，是吧？嗯。哎，我们为什么团建都是快结束的时候团建是吗？它是一个解压馆。我没有去过哎。它是各种各样的好玩的东西。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找一个可以疯狂的地方。哦，你们要去一个疯狂的地方？就是去什么鬼屋啊那种，就是那种很疯狂的。你可以移步到旁边那个《密室逃脱》这个节目。我把那个王冕叫回来。走吧，玩去吧。走吧，早点去吧。嗯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Let's go. Let's go. 我们俩好配哦。跟谁呀、啊？你跟小董，又有个小粉儿，咱俩穿不起来吗？是因为我们俩都穿不起来。咱俩躲远点，太影响我们俩的画面了。谁没有人一起跑啊？我们团建了！团建了！ Yeah.